通知通知近期有强盗袭击本镇，请各位居民做好防护。什么强盗？我的天哪！我昨天打工赚的60块钱和吃的，不会被偷了吧？赶紧看一下，我箱子里什么钱都没了。我再看一下我的鸡腿和包子，吃的也没了，只剩下了一个鸡骨头。天哪，这个天杀的强盗！那我该怎么办呀？肚子好饿呀，昨天我都没舍得吃。算了，我去翻一下垃圾桶，看看垃圾桶里面都有什么。这里臭烘烘的，哎，里面都是些碎纸片和塑料瓶子，上面有一条鱼，看样子都过期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直接吃了再说。哎，味道好腥啊，幸好肚子吃饱了。我今天继续去棉花厂收棉花。小子别进来，你好臭，昨天我都说了让你先洗澡。老板，我家里没有水。会走不走的话，我让人打你。哥，好吧好吧，老板别生气别生气，我走。在村东头有一个老王杂货铺，我去问一下老王要人吗？什么味道？老王老王，早上好，你这里要人吗？你小子好臭啊，快滚，我这里不要。啊，我被人嫌弃了，这里还有一个伐木厂，我进去试试，这伐木厂应该要人吧。老板老板在吗？在你这里要人吗？这什么味啊？老板要人吗？要要要，你拿着斧头去干活吧。砍一棵树50块钱。好的好的，为鸽子的努力点个赞吧，谢谢小伙伴。好香呀！哎，这什么啊？我的天哪，我的头啊，这有蜜蜂！老板救命啊！我去，这蜜蜂越来越多了。